头一关就是让每一个参赛者就是破队。有我当看小弟音，有我当看小连队。因为我们对你们今天这个组合是非常期待。两个今天都表现得相当甜美。坦白讲是有一点点失望。让落到太苦当滑变对手。这个时阵呢，真的是爱来 PK 对方。欢喜来卡拉，礼拜日米是会点播 Astro 欢喜台，欢喜台 HD。